大姐摸摸左手边，大姐左手边。即系见你素颜拍片，系咪对自己素颜都好有信心啦？我觉得系系咁就系咁噶啦。唔系，因为我其实系纯粹系想分享一下，即系煮嘢食嘅，咁所以。即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即係呢個疫症嘅時候，即係自己對於呢一方面就多時間啦。咁所以都即係都有去研究一下一啲我自己想食嘅嘢啊。咁所以就擺上自己 social media。咁我覺得個重點係喺我煮嘅美食上面。有冇人幫你試過菜啊？而家有冇人幫我試過菜？我都有，即係整下啲蛋糕啊。有時甚至乎都有請啲同事上嚟食飯啊。咁我覺得佢哋即係。站不住口，站不住口。